创作生命这个奖对我真的太大的鼓励了，我真的很难置信说我竟然得了金牌。那非常感谢报国者野杂志他能够办这个比赛，那我相信参加比赛的都是全世界一直在从事水彩创作的水彩画家。那我觉得得这个金牌对我来讲是很大的荣耀跟很大的鼓励，但是我也希望说我的创作态度透过这个金牌奖也让很多画水彩的人知道说，其实认真的自己好好的画图，有机会也都可以让国际的人一起分享跟一起认同。